一，一字肩二宽松的衣服。如果喜欢宽松衣服，可以尝试这种肩膀那里紧，袖子和腰身宽松一点的款式。三，肩口宽大的衣服。四，袖子齐肩的衣服。五，厚重的衣服。那么骨架大的女孩怎样穿衣比较好看呢？一，领口高领口、杯子领、小圆领都能让脖子短的缺陷被隐藏掉，隐藏效果一次位 V 领拉长躯体、高领躯体、圆领。二，袖口尽量简单干净，不要有太多复杂的款式，或肩或者短于肩宽的袖口都能很好的修饰肩型。在夏天，短袖 T 恤、吊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。三，衣服款型前面说了，不要穿过于宽大的衣服，修身的衣服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娇小。这也为什么关晓彤虽然肩宽，但是依旧可以穿出小清新的感觉。